我们二人的鲜血。 抵皇上眼前的杖藜，我们就死得其所了。看我指示，还请徐大人转奏皇上。二位大人的话，老夫记住了。嗯，时辰已到，斩！开斩！还请徐大人奏请皇上，速请山东泰州、被窝、参将齐继光入浙看货呀！ 还有，江浙总督和浙江巡抚之职，一定要派贤良之士担任呐！徐大人，徐大人谨记啊！若不如此，倭寇必将猖獗，不出数年，便会危机京师啊！徐大人，张大人，朱大人，你们就放心吧，一切会有我。徐大人，拜托了！徐大人，拜托了！ 周总，逆贼，放下皇上！你想谋反吗？ 中臣义士，外与东瀛倭寇勾结，内与海盗沆瀣一气，烧杀抢掠，沿海百姓民不聊生。在此内忧外患、民族危难之际，沿海居民奋起反抗，江湖英雄亦出于民族大义，全身投入到浩浩荡荡的
你朝你们家那个墙劈了试试啊！大妈，我一时兴起，所以才把您家的墙给弄坏了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劈墙了。一时兴起？你一时兴起多少次了啊？当年你爹在的时候，我们家的墙啊也是三天两头就塌一次。哎呦，好不容易你爹走掉了，还没几年呢，又轮到你长大劈墙了。练剑可以，别劈墙啊！那墙倒了要修。你每修一次墙，你得花多少时间呢？你得施进多少粉尘呢？哎呦，大妈，我肚子疼，我出宫啊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别走啊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这位敢问就是峨眉的郭女侠吧？当今重臣严嵩，在朝中只手遮天不说，在江湖的势力也已经遍布天下。此人狼子野心，不得不防。是。请问师父可有消息？稍等。伯伯对我峨眉的仗义相助，在此谢过了。
我峨眉乃郭襄女侠后人，昔日郭女侠陨身不续，镇守襄阳，今国家有难，亦当施以援手。贫尼听闻，倭寇与我张京朱完将军在乍浦将有一场恶战，张京朱完两位大人德高望重，皆封疆镇土之能臣，峨眉亦鼎力相助，不负先人。安排妥当。一郎将军果然言而有信，雷厉风行。这次大获全胜，全靠法王指点。日后若有差遣，我肥原一郎愿效犬马之劳。上天给我们机会，你占你的岛屿，我统我的武林。这次所缴的奇珍异宝都已经交到了朝中你朋友的手中，经此一役，江浙地区防务空虚，野狼将军所看上的两个岛完全可以趁虚而入。法王运筹帷幄，高瞻远瞩，不计一时之得失，实乃是惊世之才。等我完成了大业，你就是盘踞一方的东海王，子子孙孙封地建爵，比现在的海盗头子强岂止万倍。谢法王。混账！文官，在。马上把实情奏给皇上，奏折措辞一定要严厉。是，来。张大人，严世蕃可是严嵩的公子啊。这个我知道，那张大人也一定清楚，我们的奏折皇上是看不见的。朝中有那么多的大臣，只要有一个人看到了，我这个奏折就不算白奏。如此一来，动辄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呀。像严世蕃这样的混账东西，竟然来监督我江浙的军务，我早晚难免一死啊！张大人，三思。不，我意已决，朱大人不必多言。去，马上写。老爷，有何吩咐？叫人把这封信交给帆儿。是。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大帅，大帅，怎么样？王将军方向的倭寇动向如何？倭寇赤木矶正率三千倭众向王将军进发，估计明日可到王将军。好。Thank you.
这次让他们在劫难逃。 大帅，我可正被我军赶入沼泽潭。好，传我的帅令，不许任何一个倭寇漏网。是。有你张京张大人在，小小倭患，不足为虑。 严嵩，朕听说这个张京是个帅才，怎么这么不堪用？皇上听说的没错，张京有些才能，但此人骄狂跋扈，完全不把皇上所派钦差放在眼里，不但不听调遣，而且公然抗命。老臣曾让严世蕃暗暗查访。 终于得知，张京老家就在浙江。他之所以按兵不动、畏缩不前，是怕倭寇报复他，毁他老家。据说，他老家屋宇碧玉，金银和珠宝无数，因此。
胡闹！江浙百姓，朕的大明江山就不如他的破屋子珠宝值钱吗？朕都养了些什么猪狗不如的东西？严爱卿，臣在。你现在就拟旨，将那个张京铸完即可押解回京，择日出斩。老臣领旨。 将军，你们辛苦了。我和朱大人，还有于总兵，敬大家一杯。好啊！看着大家摩拳擦掌，等着下一次的胜仗，老夫心里甚是欣慰呀。倭寇屡次进犯我大明的边境，从最初抢我民众的钱财。 到后来攻陷我城池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所到之处，皆是蛮目疮痍啊！真是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吾未生死，保家卫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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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圣旨到，张兄，我们的封赏到了。两江总督张京。 浙江巡抚朱完接旨，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张京朱完延误战机，致乍扑失守，罪大恶极。着即将张京朱完革职，押解回京，择日问斩。钦此。把他们带走。 谁敢？谁敢？大胆！张京朱完，难道你们想谋反？爹，王大人，在我父女分别之际，能否让我们单独说几句话呢？爹，快点吧！哼，多谢王大人。爹，他们这是栽赃陷害。 那又如何呢？这可是圣旨，君让臣死，臣不能不死。可是，你马上进京，找到首辅徐阶徐大人，只要他肯出面，我就一定能见到皇上。可是，不要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不行，爹，王大人。 我们可以启程了。爹，王大人，我们可以启程了。爹，走。爹，爹，叩送二位大人。爹，爹，哎，兄弟。 请问这里可是杨家村呢？是杨家村啊，那这里有一名叫杨天宗的少侠吗？我就是杨天宗。啊，原来您就是杨少侠。我是。杨少侠，找您找得好辛苦啊。别客气，别客气。有什么话慢慢说。求你，求你赶快救一下我家老爷吧。你家老爷谁啊？我为什么要救他？哦，是这样。您看过这个，就全明白了。
给我站住！那个披头散发、裹着破布、拿着破葫芦的偷我钱袋的小偷，看哪儿呢？说的就是你。小偷就是小偷啊！你要识相的话，把钱袋还给我。钱袋，我大。跑还是不跑啊？不跑没机会了啊！跑啊，追得上！我呀！进来吧，嗯，就这儿了。呀，哎，不是，大哥，啊，这小地方吗？啊，哼，哎呦，坐吧，随便参观。说你不行吧？干了，干！哎，哎，我说你不会吧？老老实实坐下喝酒吧。好玩吧？站住！你要干什么？发现一个东西，比你这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好玩。等等。这间屋子里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玩，唯独那柄剑不行。小气鬼！哼！磊哥，那酒我们不要了，走吧，走走走。破剑，你凭什么不让我玩？
没把你打回你们丐帮就不错了。切，破剑！你再说一遍。破剑！不许浪费粮食！哼，慢点喝，给我留一口。啊！还打不打？我怕你啊！我估计你现在连走路都走不稳。哎呀！哎！啊啊！不好受啊？服不服？啊！好好说话啊！好，哦，这样，你要是服了呢，就把眼睛闭上；你要是不服，你就接着瞪我。哟，闭得还挺快的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！哎，别装了。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吧！这就是你碰我剑的下场。哎呀，看不出来啊，你这武功还真是比我强哈。我拜你为师吧。哎，起来。哎，我看你我二人年龄相仿，拜师就算了。哎，嗯，结拜可以。真的，真的。结拜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我今年。二十有五，哎，对你呢？我二十有六，姐，有三。那以后你叫大哥，我叫你封地如何？行，封地，大哥，封地，大哥。喝完酒啊，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。好啊，好啊。好玩就行。哎，多亏了爹爹的妙计啊，张京、朱丸这两个老东西。那是永无翻身之日了，切不可沾沾自喜。爹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顾虑的多了。首府徐阶近日常常求见圣上，欲为张京、朱丸辩驳。这个老东西，那咱们就揍他个谋逆之罪。首府徐阶和张京不同。他是三朝元老，想扳倒他可没那么容易。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，皇上是不会相信咱们的。哎，这有没有证据吧？还不是咱说了算吗？哎，只要父亲您现在允许，我立刻。
我们要抓他，一大把证据出来。任何事情都要看时机，时机不成熟，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杀张京和朱完一事，一刻不能耽误，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。 大人放心，小人这就去联系汪头领，和他布置下去，绝对不会出差错。好吧，那你去吧。对了，叫他们三更动手，不要在客栈杀，在镇外杀。是，慢着，严大人有令，叫汪头领再晚一个刺客，截杀张京、朱完这儿女，一绝后患。是。见过杜卫大人，他们怎么还是一副倭人装束？为什么不换衣服？马上就换，你放心，误不了事。你们赶紧进去换衣服。你停着。 杜卫大人，慢走！放开我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？走开！ 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！鼠辈，见不得天日的东西，赶紧跪下来受死！我二人乃堂堂朝廷重臣，岂能向你等鼠辈下跪？ 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刀硬。动手！